哇，这种鱼它有弹性啊！这个是什么啊？这香的我。我买菜。 今是猴星期六，两个妹妹在家啊，想多吃点没？快吃饭！阿婆，快，来，看你俩吃的快。啊，我们家小琪琪要吃呢，小琪你吃没？能不能吃点？嫁给他干兄弟，我来来来来，兄弟，还别着急了。阿婆，你俩吃的快，他说我想。 妈妈，我们胃口重，爱吃什么？你们家啊？嗯，吃馒头，你吃什么？咋吃？吃的光是吃米糍。米糍，糯米糍，就像当前有糍。这回吃点，这回一点。吃惯了不？吃惯了不？我是没喂你们吃着。 两倍，那一斤。你没喂，那你两倍不要哎。不吃，我一样只吃才对呢。那个，不吃，没吃，俺没。毛毛。对的，俺毛呢？两块啊。两块钱啊。那都是鱼啊，还行。哎，对对。干我就活了，多一个人。我觉得哪点鱼？看到水店啊。有点煮的什么？我操！啊，拉的。我吃，我还怕说你把我吃不惯呀？这个人来大宝，大宝都喝样啊！这都不好吃。快吃了，快吃了！不要，慢吃。大哥，我下来，你带我去找点鱼啊！ 哎，好了。这叫碗老豆角。老豆角。闪天罗非原会有点小个。嗯。狗莲跟花莲应该是要更大点啊。我那时候是300多斤。哦，也有一台。小罗非鱼啊。 够了够了，还得20条，够了够了20条了，我拿回去吧，做腌鱼。来4年就成了人家说的郎上王了。这边非洲的这些是哦，野鸭、鸬鹚、黄鸭。 叔，我拿走了啊！阿公，这鱼缸水库哪能？好，远了有呀。这里再我们整点螃蟹试试啊！嗯，都是拿烤上。爱吃什么咱们吃不吃？来。 好烫啊！没看到就是好吃，不好看。 拿过来没有？要给你炖汤。好。看俺刀头子呗，看见啊？俺可吃烧烤。来姐。好吃了吗？嗯，好吃。好吃。 来瓶。我撑着都睡不着哎。不会不会，阿平你吃嘛？刚孙了点阿平。嗯。刚孙了点，你吃嘛？嗯。来三姐，再吃吧。没，我早了。没，我早。嗯，三姐最爱吃的是锅三片。最爱吃就是这个。 这道菜就是三点浇料，打卤米线一样嘛。嗯，啥都是。还得吃点鱼头，还得吃点啥？你能夸张了？渴望人一你这来可着了。我啥吃他们就。就说肚子我才怀起十活嘛，去年要弄一年都年都一口大，还几口大，这就两口大。 睡觉了是吧？啊！真的不让我们跟你去还是？只要是不敢拉你。那你注意安全呀。大哥，你们种一个碗可以捞几斤？一个碗个？嗯。2斤到3斤。嗯。这种鱼应该算大了啊，哥。啊，差不多都是。它的背是青色的哎，好了嘛，4年才长几大不容易啊，是吧？嗯，很漂亮。ね、下見下見。这么多花篮呢？长得这么高，石头嘞！石头，谢谢，我从石头上来。味道好喝，好闻。这个芭蕉树是呢。给我把毛丝烧了。不干活吗？这帮人干活。不是，一到那不睡着。这皮皮皮皮皮，现在力气都没得。长条路，看鱼。10块钱条呢，10块钱，味道好软。俺们买10块钱条呢。高档鱼。难吃。难吃。但我跟老头差不多。你吃。吃鱼吃鱼。俺别吃。俺吃了吃呢，这个瓜，不热。现在炖的鸡蛋，炖小鱼。 这都是鱼，吃点豆豉好吃啊！这种小银鱼好吃哎，好吃。手。看你。洋葱排哪来没洋葱排啊？